今天过小年，祝南方的朋友们小年快乐。今天是腊月24啊，今天过小年啊。这前面就是秋浦河，李白曾经写下秋浦歌十几首的秋浦河。安徽美食毛圆子，菜已烧好，粉蒸肉好香哦。胖头鱼烧豆腐，哎呀，红烧肉真的不错。我哪里过分了？对呀，这么好的啊！这个人这么好吃。大姨姐和二姨姐在拍视频。我也在拍视频。今天的菜嘛，今天你干嘛？我把你妈给你大姨妈拍到抖音里去了。我来接了。不得整婆，怎么得整婆？哎，整婆呢？嘎公嘎婆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啦！婆婆公公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妈美如花！好，婆婆哎，他想好哎，你这个花心想好。多，哎呀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新年好，婆婆，新年好。哎，好开心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慢点，俺婆婆这还吃饭了？我一定吃不得了。我一定吃不得了，俺吃不得。婆婆新年好，年年都发财。我祝你今年过得十全十美，请发财。我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运百岁。大家给我老大一个鼓掌。放烟花喽！